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放生是我们大乘修行非常主要的一个方式啊，能培养这个物我同体啊，这样一种我们大乘的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这样一个精神。嗯，而且这种生命的交流也能够破除我们人的这种傲慢啊，这个我执啊，让我们心柔软慈悲啊，也是变换我们人一个啊平时啊凌弱啊这个过去杀生吃肉的这样一种啊，改变这样一个我们人的形象啊，变成一个啊慈悲保护众生，哎，能够将心比心啊，这样一个。所以放生虽然我们放的时候只是丝木鱼把它放归大海，但是这一个行为却是啊这个改变了养的啊养殖人的卖鱼的啊乃至以后杀生的吃众生肉的这一整条啊，我们这个行为都改变了这些啊，把恶性的循环终止啊，转变成一种啊这个，所以不仅仅是救了鱼，其实也是救了这些人。作为我们人类来说，还有一像我们这样能够啊珍惜生命啊，能够有物我同体的这种啊这群人的话，也是增加了我们整体人类文明的啊，就是提升了我们整体的人类文明，也是让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啊这个就是说啊天地善生呢，还是感动为之感动的。因为放生是符合于啊，诸佛菩萨的慈悲的这种心怀，也是顺应了天地长养万物的这个好生之德啊，所以这个作为这个大乘修法来说，在我们佛教里啊，从古至今啊，而且甚至不分教派啊，就像持戒是所有佛教徒的共同，不管小乘大乘金刚乘，都是只要是佛教徒肯定持戒有戒律。然后呢放生也是
不管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放生都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共同标志。所以不管到哪个老庙都看到放生池，你去泰国啊、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寺庙也可以看到这个放生的啊，这些放生护生啊，这些项目啊，乃至我们到藏地啊，藏传佛教也可以看到放生是供养上师啊，是祈祷啊这个长辈身体健康还是最好的方法。包括今年泰国国王过生日啊，下面的大臣就是啊这个农业部大臣就是给他放生哇几千万尾鱼啊，就是作为给国王啊祝寿的这样的一个啊仪式。甚至不从宗教的角度上说啊，连西方人他们也知道放生是一个很吉祥的事。哎，这个我以前看到那个啊那个布什总统啊还没下台之前呢，他在他的白宫后院里啊这个拿了一个大大的火鸡，在感恩节他说啊，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给你自由了。哎，外国人呢感恩节都要吃火鸡的，但是总统却是啊当着媒体啊广大媒体说放生火鸡啊，给火鸡一个生命的机会。这可以知道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子啊，我甚至跑到这个回教徒国家，我问他们啊，这回教徒的国家皇帝还有什么特权呢？他们回答说，皇帝啊只有在他生日那天啊他可以大赦啊，这是他的权利啊。你看我们放生是不是大赦啊？哎，就是大赦啊，我们今天就享受皇帝的权利哦。皇帝只有过生日才能大赦哦。哎，所以这个从这角度上我们超过了皇帝的权利啊。哎，所以三宝地理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享受着佛法，这个是不得了呢。往劫都是修了多少的福啊，祖上有德啊，我们自己啊有善根啊才能坐到这里哦。哎，我师父以前说没有宰相的福啊住不了三宝的屋啊，那你想想看，那我们现在坐的这里哦，这还了得啊，这个大福啊，这世间最大富大贵的人就是我们这批人啊。哎，啊，知道学习佛法，知道实践佛法，哎，菩萨不要别人封，菩萨我们自己做，对不对？利益众生的人就是，哎，菩萨，利益众生的人就是菩萨。所以啊，这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好人自己做，坏人也是自己做出来的。哎，所以啊，这个，但是你看，同样是人，同样是一辈子，哎，这差多少？哎，做好人的人天地都知道，所以最终好到自己。哎，做坏事的人天地也知道，最终也是还是报到自己身上。哎，这个两天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啊，是什么日呢？啊，叫天降日。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因为他被生下来啊，悉达多太子啊生下来七天妈妈就去世了，妈妈的这个就生在忉利天啊，就在玉皇大帝天啊，这个为天神啊，还是这个非常就是啊，这个是因为啊，他生啊养育了这个佛陀的缘故，他的福报非常大，生在天上。佛陀在人间弘化了啊，就是也年纪大了，这个时候啊，有一次就啊升天去为妈妈讲法，这就是我们人间的地藏经
啊，《地藏经》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去啊印度朝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圣迹啊，在啊舍卫啊，这个舍卫国舍卫城，也就是奇树及孤独园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外呢，佛陀在那边啊显现神通力啊，显神通力。本来佛陀他啊是怎么样一个因缘显这个神通力呢？因为啊佛教这个时候已经越来越发达了，越来越发达，团队越来越庞大，然后其他的这些教呢就越来越嫉妒，越来越嫉妒佛教。佛教得到国王的皈依啊，国王的护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子都遍地开花，然后其他的教呢就很嫉妒这个佛教，就想呢，这个什么教啊，我们这个教很古老很古老啊，这个什么教，这刚刚起来的啊，然后他有什么理论呢，我们要去找他辩论啊，然后辩论不过，然后他说找我再找他们就显神通比神通。哎，但是佛陀这个时候啊跟弟子们说不许你们跟他比神通。所以呢他们外道来的时候，我们阿罗汉们都回避不跟他比神通。然后他们就说了，你看他们根本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连神通都不敢跟我们比，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佛教里为什么到现在也不讲神通，因为神通不能了生死，神通不能抵这个罪业，抵不了业的，甚至这个神通连生死都逃不过的。我们佛教里有说啊，这几个修行人呢、啊、他几个修行人呢、啊、他们还没有了生脱死呢，但是他们已经有神通了，他们都知道自己哪一天要死，就想躲过这个啊，这个有的显神通在天上停在天上，但是这个时刻来的时候神通失去了，从天上掉下来正好摔死，有的人躲到石头里面，黑白无常总是抓不到我了吧，结果后来躲到石头里面神通失去了， 就被卡在石头里了，就像那个鱼的化石一样，就在石头里面了，地水火风你躲在哪儿都躲不过这个无常。所以佛陀呢并不这个吗这个提倡啊，这个宣扬神通力，但是其他的外道是很讲究的神通的，啊，是很标榜神通的，啊，现在也是啊，现在你喜欢神通啊，容易住啊，容易去走到那个邪魔外道去。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啊，佛教就是开正知正见，端正我们的智慧，端正啊这个慈悲我们的胸怀。然后清净的啊，这个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啊，然后呢具有透视一切法的本质，乃至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是世诸佛教，一切诸佛都是这么教导的啊。过去人寿20000岁的时候佛陀出世也是教导这个，在过去人寿60000岁的时候也是教这个，在过去啊人寿70000岁的时候也是教这个，过去人78000岁佛陀出世也是教这个啊。所以我们贤杰啊，我们现在佛陀是释迦佛陀啊第四尊佛啊，但是这第四尊佛他出世的是什么呢，众生最可怜的时候。什么怎么可怜，寿命只有100岁啊，
佛陀降生到人间。过去的佛你看人寿哇八万岁六万岁七万岁啊，乃至最后一尊佛陀前面一尊佛人寿两万岁到人间来。我们佛选择最差的叫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叫五浊恶世，不是现在啊，佛陀出世的年代2500年前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五浊恶世了。哎，人天长暗宇宙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暗啊，啊，没有智慧的明灯的，这生命都是迷失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家都避开那些外道。哎，结果有一天佛陀在城外面啊，有一个人呢，这个果民啊，就供养给佛陀一只芒果啊。阿难尊者啊，把这个芒果擦一擦交给世尊呢啊。世尊吃完了之后啊，那个芒果核再交给阿难，阿难把这个芒果就种到我面前这块地。阿难尊者就很听话，把那个地啊刨一个洞，把这个芒果核啊就种到那地上，再把土把它盖好。然后佛陀吃饭了之后啊，佛陀的那个钵啊交给阿难啊，钵洗干净啊，但是洗钵水就浇到这个上面啊，然后洗钵水就浇到那个芒果的这个这颗种子上面啊，水浇下去，这奇迹发生了，眼看着这颗芒果就哇破土而出啊，发芽破土而出啊，长，就像我们看那个叫什么超慢镜头啊，我们看那个花会开的那种镜头啊，其实那个是，哎，那个想起慢镜头，其实那个拍是拍得很，哎，要拍很久，然后把它拍了很久的把它，啊，才能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镜头，哎，它那个就像我们看那个这种片子一样，电影一样，哇，竟然就长上来，就长成。哦，就这些大叶子啊枝条啊就越来越粗啊，树干哦越来越粗，然后啊枝繁叶茂啊，然后哇开出花，那个就是很短的时间里哦，就开出花，然后又接上小小芒果，呼芒果又长到很大啊，你看就一会功夫几分钟芽子出来，然后就这样。哇，这个围观的人呢看就是傻眼了。我们电视电影看到这个是当场看到啊，围观的人就傻眼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舍卫城里面聚集了四面八方来的那么多外道，要来跟佛要跟佛的弟子们比神通。佛啊阿罗汉们全部都躲开不跟他们比，但这个时候佛陀显现了一个，不是我没神通啊，哎，就当场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让当场看到的人见证，他们外道都说哎呀你看什么佛啊，什么全知的佛 啊什么修道最高的佛啊，这你看神通也没有的，比都不敢跟我们比，哎，这就让大家见证佛不是没有神通，但神通不是拿来跟人比赛的，修行也不是拿来跟人比赛的啊！甚至还有人看出来不相信哦，这真的是树吗？上去摸一摸，哎呦，真的是树叶呢，在那个芒果摸一摸，哎呦，真的好像是哦，哎，实在这是不是真的？大家摘一个下来，那芒果啊很奇怪，白白的芒果，白色的芒果代表什么？代表佛果是纯净的干净的啊，像今天我吃那个芭辣一样。我们护法居士说我们这里的芭辣啊是用牛奶啊喂出来的，哎呀我说真的，哎呦怪不得这么好吃呢，哎，那个芒果也是哇雪白的干干净净，然后有的人说是真的假的摘下来还去尝一尝，哇这个奇甜无比啊。
从来没有吃这么好吃的芒果啊！然后大家都高兴坏了，在哪里摘一个，他摘一个，哇、哦！大家都在尝芒果啊！然后佛陀就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哎，又佛陀显现了一个神通，就是身体悬浮起来，腾腾腾腾悬浮起来，悬浮在空中，大家全部看得到，哇！慈悲伟大庄严的佛陀在半空当中放着光明，最后这个下面呢，身体下面好像有冒出火焰一样的，这佛陀就是呼飞天飞天飞飞飞上去了，就有点我们好像发射那个叫什么那个航天飞机一样啊，哇，下面喷着火焰好像那样走啊，其实是一种能量场啊，就神圣空去了。哦，然后说啊，了不得啊！今天我们亲眼看到的一个佛陀，一颗芒果种子种下去就变成大芒果树啊，然后佛陀飘在天上，哦，然后啊就飞飞飞飞，我们看不见了。外道一听，哇，就觉得，哎呦，这个本事好像我们没有呢。哎，但是啊，这个啊，就是啊，嘴很硬，哎，这个他跟你作对的人呐、啊。我们人间就是这样的，他跟你对头干的，你怎么说他也不会那个的，他还是跟你对着头。哎，你说出理由，他马上就挖住，他把你的话还来攻击你，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哎，你很善意的跟他解释，哎，他马上还又把这个又变成攻击你的新的理由。哎，那些外道就是不肯罢休啊，然后怎么说呢？说他是怕我们的、啊。他怕我们自己放火把自己烧死了，不相信呢？你们找那所谓的佛陀在哪里？没有了，因为大家看到他飞天上飞没有了，消失了嘛。然后他继续造谣，那些外道们就造谣，佛陀自己放火把自己给烧掉了，他怕我们，哎，怕我们比不过我们，啊，然后自己怕死了，就死掉了。那果然，佛陀从人间蒸发掉。啊，好几个月，哎，从农历的六月份，哎，然后就人间就没有了，到处别人找不到，那也大家看得到，就说哦，佛陀升天去了，这到就飞到天上去，很高看不见了，这就是什么呢？佛陀以神通力，身涛立天为母说法，就是。展现了地藏经的那种啊，那个广大的境界。地藏经说完了之后，佛陀要返回人间呢、啊。然后这时候啊，佛陀说：“我这次啊不显神通，我要走向人间，靠脚走下来。”啊，然后这个玉皇大帝啊，第十天啊，这个第十天呢、啊，大梵天就去准备啊，准备了三阶阶梯，啊。黄金的、白银的、琉璃的三道阶梯，从天上一路铺到人间，铺到哪里呢？就铺到僧伽师。哎，这个，他们印度叫桑卡西亚，桑卡就是我们讲的僧伽。哎，西亚呢就是聚会的地方，啊，那地上的弟子们。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就知道了，然后就通知啊这个地上的说，佛陀将要降临地面，将要降到某个地方，而且这次佛陀是走下来的啊，除了佛陀走下来，诸天的天王都会陪佛下来，所以这个一通，哎呀，就像我们现在生命啊要做法会了贴布告一样啊，他家的口口相传，传到各个地方啊，然后佛教徒听了就很高兴，哎，佛弟子们听了，哦，那我们要去接佛陀，要去接机啊，然后那个外道的呢，外道听说真的假的，天王要下来啊，因为佛陀下来他们不感兴趣的，这个人是很这个人呢、啊、很怪的啊，你比如说，哇，如果是刘德华来了，我们高雄肯定不得了，
对不对？传习法师来了，传习法师是谁啊？我才不要去呢。对不对？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啊。他说佛陀下来，佛陀下来呢无所谓，说天王也要来，天王来，哇，那我要去的。哦，是不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是哇，那天王的我们要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拜的神嘛。请问他们平时拜他们的神，他有没有见过他的真身？没有的。哎，就像我们背后这个供神的，很多人来烧香敬香，他有时候敬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个神的显神的，对不对？哎，很少的。所以他们的教徒们讲，哦，这些神，哦，那地势天，哇，大梵天，哇，这些神都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呢？我们平时就是给他磕头啊，就是向他祈祷的呀。我没见过啊，他们也要来啊，那我们应当去见哦。所以除了佛教徒之外，各外道的这些教徒也都汇聚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名字从此之后名字就叫桑卡西亚，哎，就是修行人聚集的地方。这个修行人不仅仅只是佛教徒，各乘的都有，各乘的都有啊。就果然那天呢，佛陀从天上下来，诸大天王啊，第四天这个啊，打着伞，大梵天搀着佛陀，一步一步从阶梯上走下来，然后诸天善神全部都是飞在空中护佑着，好像总统飞机一号，然后边上巡航飞机战机护卫一样，哇，就从天上下来了啊。然后那些外道的呢，一看，哎呦，这就我们供的神，我们供的神。但是觉得很奇怪，竟然他们供的神天王没有光啊，身上没有光啊，为什么？佛的光太强了，佛的光一照，所有天神都没有光的。本来那个天神是有头上有光圈的嘛，对不对？头上有光圈，身上有光的。但是站在佛陀面前，他们还有没有了？没有了。你觉得，哎呦，拜怎么啊？拜他们的神？哎，你想想看，你看我佛伟大不伟大的？哎，所以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啊，十方世界亦无比啊，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两天就是天降的啊，佛陀从天而降的日子，这两天就是啊。所以这个哎，我们这个在这里哦。我们啊，这个下面再发一下替身朵玛啊，替身的这个吐司面包，用吐司面包做替身。然后为什么要做替身呢？嗯，要去跳海。为什么要我跳海？因为你有冤亲债主想让你跳海，他才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伤害过他啊，杀他的命啊，吃他的肉。我们这辈子吃多少肉啊？大概我们这个身体撑分量也够了吧。哼，有可能连这分比这个我们自己的自身分量还重哦，吃的肉啊。我们冤亲债主多不多？哎，是别人分配，别人分配给你的还是自己找的？哎，那这些众生被我们伤害的痛苦不痛苦？仇恨深不深？哎，好像蛮乖的嘛，今天都老实交代了啊。嗯，今天倒不错啊，都说大实话了啊。这两天你看我在这边，我们寺庙里啊有一个护法，他儿子啊一下子就那个里面的附身啊就出来讲话了，
所以他那个就把他带到寺庙里住，结果还住不下来，为什么呢？哇，那个身上附的东西啊很凶的，附了好几种，其中有的是很凶啊，对他爸爸还打他爸爸。哎，他爸爸就问他了，你这个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呢？结果那个众生像什么附在他那个儿子身上，那个众生啊，哇，对他眼睛也发红啊，那个鼻子皱起来啊，牙齿会露出来的，这什么东西啊？哎，狗，一只大狗，哇，龇牙咧嘴的，那个一气起来啊，鼻子那个皮都皱起来啊，这牙齿露出来。我说你过去杀死过我妈妈啊。那后来他真想起来了，他说我年轻时候啊是打死过一条狗，你看狗的儿子都来报仇啊，哎，恨死他，你杀我妈妈啊还了得啊，我就要来讨命啊。哎，他靠他儿子近一点，那狗哇呜一口差点把他耳朵咬掉，凶不凶啊？哎，来讨债的时候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这个做替身，替身呢，然后就还给这些过去我们杀过他、吃过他肉、欠他命债的，这个欠钱还钱，欠命还什么？命。那你有几条命啊？一条。哎，所以现在就修这个替身啊，这替身，替身修了啊，这个啊可以放到火里煮给他们吃，投到海里面啊，过去我们吃了很多鱼，我们也投到海里给鱼喂鱼，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喂鱼，化解这个冤亲灾啊，这个冤气化解啊，命债偿还。那命债偿还了怎么样？我们身体怎么样？就健康起来了，身上的癌细胞就消失了啊。最近这两天啊，那个美国的医学界还说啊，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癌细胞的，当癌细胞它那个倍数增加的时候，裂变的太多的时候，就不好了。哎，但是平常的都有的，那是代表什么？这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大师父怎么说，癌细胞是什么细胞？哎，大师父说癌细胞是复仇的细胞，你过去杀他吃他肉，你吃了那个鸡肉会不会变成你自己的肉啊？那就变成癌细胞潜伏在你身上。哎，那么简单，为什么吃肉的人脸色那么黑？对不对？那就是复仇的气息太重，仇气太重，哎，是不是？你别以为哦，吃他肉就变我肉，哪里有这么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哦，你杀了他的命，你吃了他的肉，还就变成你的肉，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的。变成复仇的细胞潜伏在你的身内。当你哪天命衰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力衰的时候啊，你总有衰的时候吧，你有老的时候吧，你一年当中总有衰的时候吧，你一个月当中总有衰的时候吧，你一天中总有衰的时候吧，只要你那个仇气啊，那个冤业积得到一定量了，等到你一衰，它能反扑过来，叫病来如山倒啊。为什么病来如山倒？这个山从哪里来的？这个山就是平时吃的一块肉一块肉一块肉积累起来的报仇的山呢、啊、到时候你自己造了这个山，最后把自己给压死啊。昨天我到那个医院里去过一次啊，我看到医院里看，哇，那一个一个的很恐怖的，哎，医院里面啊，脸色灰不拉几的，哎，憔悴，
啊，然后的话，哎，歪鼻子斜眼的，都到哪来的？这都是自己修出来的。看你看，哦，饭店一家连一家那个肉啊，那个荤的饭店，我、哦、杀生那个菜场里走进去，哇，肉铺那么多，肉啊，鸡鸭鱼肉这么丰富，啊，大家啊，这吃起来啊，肆无忌惮。会不会算账？会的，有一天要算账的，算账就干嘛？哎，医院里就那些都是的。嗯，年纪轻轻就病倒了，哎，有的嘛死死不了，活活不过来。哎，报仇的时候很恐怖的，所以这两天我在这边啊，他们那个时候大陆他们，哦，师傅啊，你赶快回来啊，赶快回来啊。啊，这两天我就法会回向给他，回向回他，电话打好了没有？哇，这大多数都超度掉了，包括那只复仇的狗也超度掉了，否则那个耳朵咬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咬的呀。哎，你看这个超度厉害吧？哎，这个就是超度了，遥控超度。你看，哎，我们在台湾宝岛台湾超度大陆的呢，照样可以。哎，这叫啊，佛法是没有障碍的。你不管你现在你家里住台北的，还是你儿子在美国留学，还是英国留学、法国留学的，请问你现在，你帮他写一个牌位，超度他的冤亲债主，现在跟他替他皈依三宝，替他在这里忏悔，替他做法会，他能不能收到？能收到的。哎，有别人骂你，你还阿气呢，还打哈气呢，对不对？打喷嚏呢？哎呀，有人说我了，有人说我了，有人说你，你耳朵还红呢，耳朵还对不对？热呢，是不是？哎，都有那个的。这个人呢、啊，人这个生命是很奥妙的。哎，所以这个替身多嘛，菩萨大慈大悲啊，给我们呢、啊、解冤释结啊，但是让我们要好好反省啊。你说这倒办法不错。哎，我杀生吃的是肉，我只要买两个面包捏一捏就好了。那你那个面包捏了也不灵了，我跟你说。啊、哦，要惭愧心。哦，你看，这个纸条就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呢，啊，在岗山羊肉节，哇，什么节不好办，还搞个羊肉节。哦，那可惨了、哦。啊，月有百头羊只，因而被宰杀。你看，哦，岗山就在这附近，对不对？哎呀，我们中国也是，前一段时间那个金华，我们中国金华听说过吗？啊，喜欢吃火腿的人肯定都知道，金华火腿，哎，是全国有名的。结果他们弄火腿还不过瘾，还要弄一个狗肉节，就是当场杀狗来庆祝这样的节日啊！那个狗肉各种烧法，各种吃法。结果我们现在啊，现在手机很厉害哦，这个微博啊发出去啊，呼吁短信传出去，呼吁要抵制狗肉节啊，太残忍了，当街宰杀，大批的宰杀狗啊。狗是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哎，当街宰杀狗啊，那狗犯罪了吗？请问狗有没有犯罪？没有啊，啊，无辜的被我们就杀我们无辜的朋友，你说我们这些朋友还够朋友吗？那反过来说，狗对我们来说，你这些朋友出卖了我们，我们人类如果做的还反过来还不如狗呢，狗把我们当朋友，我们倒变成了狗的敌人，我们把朋友当成了敌人一样的去杀掉，哎，那我们不是连狗都不如了，哎，所以啊，大家连都手机上传开了，结果传了几天，很有效，啊，结果政府部门就下文件。取缔了金山狗肉节啊，那个金华狗肉节取消掉了，哎，好不好啊？哎，很好的。
我们这个冈山果肉节啊，大家要连串的串通好了，要把它给啊，要把这个果肉节给取消掉啊。羊肉节啊，哎，羊比狗还那个，狗有时候还发飙，对不对？羊有没有发飙的？羊没有的，羊最老实的，哎，一辈子吃青草，对不对？我们每人有没有穿羊毛衫？是不是？你看羊啊，有挤奶成羊奶，还有羊毛衫。你看羊毛的话，剪羊毛是不杀生的，羊毛衫可以穿的，但是羊肉不能吃哦。哎，这个还了得了，大家要想想办法，联合起来，要把那个羊肉节要想办法给它泡汤，哎，要给它弄取消掉，取缔掉，这个才重要啊！否则你看，上百只羊肉啊，当场宰杀啊，那个羊喊的声音就是什么声音啊？就喊妈妈的声音啊，就喊妈妈，哎妈，你看喊妈我们也听不见啊，我要吃它的肉。这个人呢，就是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哦，到贪嗔痴心升起来的时候，一个念头就看不到真相了。我们人类，好，我们今天所有的放生的功德啊，电灯的功德，施食的功德，上供的功德，下施的功德，药供的功德，替身的功德，一切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好，阿弥陀佛。下面我们啊，今天大家哇，努力修功德啊，否则你看这半天如果不来这里也是会很快过去的，但是来到这边充实不充实啊？哎，这人生呢就叫赚到了，对不对？赚到了啊。这个啊，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子的话，哎，但是我们身体里有没有猪八戒？哎，懒不懒？没有我们大师父带领的话，哎，我们很难会发起这样的心的，很难会这么做的。哎，所以我们尊贵的海涛法师啊，不仅仅是我们台湾的宝，哎，也是当今佛教界的宝啊。哎，大家跟紧脚步啊，然后啊，这个我们人生就变得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嘛，这个人生虚度啊，还欠很多债，啊，现在怎么样？这现在你看，我们这个今天半天，又是这个功德，又是那个功德，不仅你赚了，你赚的还有余，还有多啊，哦，好像你的工资一样，这一下赚到很多，自己可以用，还可以给老祖先用，给过去立身父母用，还可以给未来的子孙用。还可以啊，普利十方法界众生。那你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啊？没有这么多钱，怎么那么多功德，怎么给 这么多众生都可以用的？哎，如果我们这一生常常这样子，那你还不是发了你？啊，这个天底下人，我们就是前面讲的嘛，最大富大贵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人，你看，虽然口袋里没有钱，也不开公司啊，不赚钱的，但是为什么是人天福田呢？就是出家人啊，念经念佛，大做功德，是不是？这个功德财力，对不对？成为人天福田呢，啊，众生看到我们个影子都得到加持。哎，这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你们天天这样，哦，那我们不得了嘞，我们也变成人间菩萨嘞。哎，所以这个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出来的啊，好命
不会无缘无故的，歹命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所以大家希望勇猛精进，好好学菩萨，学做佛，终有一天肯定会成佛。好，我们啊，在回向之前呢，我们先来念念佛好不好？哎，静下来，这时候法本也都放下，所有的都放下，替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念佛，替我们过去老祖先立身父母累劫冤亲债主念佛，替这个世界上四生六道一切众生，替我们今天所有来了但是我们没看见看不到啊，也来参加法会的，我们大家一起念佛啊，四生六道九有十类啊，一切众生共念佛号求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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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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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阴超阳泰啊，这个世界才是啊，才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啊，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社会安定的力量啊，国家繁荣啊，我们这个生命各个啊都不失正念，哎，所有众生呢都能够啊，这个啊不失正念，在修行之中啊，这样子的生命是地球上最庄严的啊。好，我们以后啊要常常的啊修，所有的一切行都是加行，正行是什么？
就是要了生脱死，到哪儿啊？到彼岸极乐世界。哎，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回，要把这个回小向大，回凡向圣，哎，回生灭向不生不灭。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不生不灭啊，我们做一切事目的都是要达到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一生的课题好好去修。哎，这个我这几天呢，这一路走过来啊，都有跟大家啊有一个要求。以前呢啊，以前这个我每次来我也不敢要求大家啊，现在有点熟了啊，熟了我就有点胆子大了，敢要求大家了。哎，一天念1000声佛号可以不可以？可以。哦，你说可以的哦。哎，要记住哦，不要忘掉哦。今天10月17号，17号就是阿弥陀佛的日子啊。哎，不要忘掉哦。1000声能办到吧？你无论如何1000句还是可以的吧？哎，就是的。那你要努力的哦。你说过可以了，每天念1000句哦。哎，好不好？好。好，这也叫誓言，这也是一个誓哦。你在我面前，我问你好不好，你好，好你就承诺了，你承诺了之后不念你就欠我的哦，以后收利息哦。好，这个大家能够念太好了，但是所有一切做一切事都为家行，这为正行。哎，我们今天所做的放生啊，施食上供下施，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解脱嘛，对不对？为了自己的解脱和为了众生解脱。哎，我们念的时候呢，你要发个大乘心念，要想为了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叫大乘心念。大乘心念你就是大乘修法。如果只为了求自己想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叫小乘修法。请问同样念一句阿弥陀佛，小乘心大乘心念的功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小乘心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有限的功德，大乘心南无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哎啊，希望大家还是要发大乘心，为一切众生的解脱。哎，为一切众生，合掌，为一切众生的解脱，究竟的利乐啊，称念啊，替一切众生念，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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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1000句的质量很高的，这样子你想想看，你这一辈子还能念几十年？哎，那你加起来啊，啊，那可是蛮有力量的哟。哎，阿弥陀佛。Yeah.
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19 检验试剂产品，民众可以到药局、药妆店等合法通路购买。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核准字号效期，使用前详阅说明书，并洗净双手进行采检。采检后将以使用的采检试纸及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居家隔离或检疫者。采检结果如果是阳性，请联系当地卫生局或拨1922。其他民众采检如果是阳性，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尽快到社区采检院所检测，并携带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给院所人员。采检结果如果是阴性，塑胶袋密封的采检器材宜搬垃圾处理，并遵循防疫规范，持续自我健康管理。有缘共游天地间，不应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生物的痛苦上。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